大家看新疆里头不对，常常有这样动作吗？啊，刚才有这样动作吗？嗯，他说这是干什么啊？对呀、啊，干什么？还有勾手吗？这干什么？对不对？我先给他勾手啊。比如说，我先拿塔啊。啊。点到为止，点到为止。因手腕左右旋转只能有90度左右，所以当手被人抓住时，左右旋拧超过90度，即可形成反关节。那么他擒拿我呢？哎，也很痛啊！啊，我这一变呢？哎呦，真巧妙呀！勾手，啊，勾手就是举这个。哎、对、啊，您手下留情啊！这据我所知，这是您亲儿子是吧？手腕对、啊，这本身就是。当手部被人擒拿时，虽然手腕已经被拿住不能转动，但是通过向前压肘改变手骨与腕骨的角度，恢复手部的活动范围，使原来的腕部反关节不复存在。压肘的同时把住对方大拇指向下压，可使对方形成大拇指与手骨的反关节拿住对方。干什么用呢？啊，对啊，这是干什么？大家看啊，陈老师点到为止，点到为止。你看这个擒拿的很痛的。哎呀点到位，插到里面，可以啊，这不能动的。这个应该化解不了了吧？对，即为手响应，其中间两头脖子，这个地方怎么变呢？用劲，大家看啊，这个地方不能动的，越动越痛的，越动越疼。用劲，嗯，我怎么变呢？这里动，丹田。那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感受一下啊。啊，对，这个丹田到底是怎么个发力？你看看，看看。我看一下，我看一下。用劲。点到位，很痛啊！你看我这边呢，哎呦，这里有一个弹抖的一个感觉。再来啊，抓住，这里动不了的，就这里解决。用丹田去解决。这里边，这个反关节的解脱关键在于太极弹抖之力，由丹田向上弹抖，作用到右臂，形成整个手臂的震动，将对方弹开。太极的技法。双百连配金刚倒退，还是一个就是组合技法。对，实战中这个杀伤力怎么样？哎，你试试看。我就别试了，我请这位选手替我试一下。百连，你们看啊。嗯。哎呦，金刚倒退，做这地干什么呢？对呀、啊。哎，我今天给大家讲清楚为什么到地上做一下。哦。我地锤啊，啪，往地下打一下。为什么地下打呀？对呀、啊。他其实呢，是对方摔倒以后的技法，到了致命的地方打。哎呦，这终于明白这两招的实战中的一个作用了。先说这个双百连脚，双百连为什么这样起来？哎，这样起来，打这样打的啊，用的呢是摔法，这样摔的。一个摔法。对。好的，我们见识一下啊。一抓棒，摔我，摔我，一摔我啊，啪，啪。哎呦，纹丝不动啊。啊。直接锤，直奔心脏这一锤。对、啊，哇塞！哎，如果是这样啊，再来，啪一摔，砰，摔这样了啊，咔一脚。哎呦，您手下留情啊！这据我所知，这是您亲儿子是吧？再一次热情掌声送给我们的陈小旺陈老师，也谢谢配合的选手，谢谢二位，谢谢。陈老师今天给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太极的技法？刚才讲了金刚倒退的正脚啊，现在将金刚倒退前边的用法。所谓前面的用法，就是金刚倒退这个套路动作的起势。金刚倒退呢，一起手是这样的，它本身的含义用法呢，做大点是这样的，对方双手推来，推到肩膀，不是硬碰的，本身呢，胸腰折叠，你的颈纹一去，嘣一碰，手就脱了。手脱了以后呢，合过来，砰推过去，骑士的用法。明白，这是一个很常见，再常见不过了啊。他已经推我了，推我的力道，我这本身呢，砰一动，反射性呢就散了，对不对？砰一动，啊，越近了，啪，打出这么远，砰，哇，来的时候啪，回去砰，这个劲。就是这个起势的这个动作的实战的表现。对，胸腰折叠，以便把全身的力量集中于一点，这个力就是整劲，也正是此招的关键所在。好，我们再次热情掌声送给陈老师，也谢谢朋友的选手，谢谢。
陈老师今天教我们什么样的太极的技法？摇篮肘啊，摇篮肘，好好好。摇篮肘是陈氏太极拳中基本的肘法之一，由于肘部相对短小且易于发劲，所以肘法在传统武术中常用于近身攻击。摇篮肘就是趁对方在后方抱住自己时，利用肘法的特性对对手进行的反击技巧。对方在后边啊，你又不能打拳，又不能打靠， 啊在后边怎么打呢？肘往后，用肘往后击。对啊，破这个对方拦腰，这个在后面抱你的手。 对啊，一抱一袖身，咣，哎呦呦，就这么快啊，这么简单啊。要身法要对，抱住一起来就行。除此之外，摇篮肘的另一种用法观众朋友们可能还记忆犹新。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中，陈自强就是用这样的一记摇篮肘结束了整场比赛。才有一个靠，这是一个肘法，有一个摇篮肘，还有一个肘法。这个摇篮肘呢，运用呢比较果断，啪一接一接啊啊，这个地方一顺一试，啪，哎呦，对方他一拳过来，我一仰再去勉勉强臂，那就不行了，不能仰，散了，也不能躲，保证我的身法，保证先保证身法。对，他不管什么招出来，嗯，身法不乱。让我们再来看一下刚才实战中的应用。正如陈小旺老师所说，黑方的这一记腰篮肘就是在保证身法不乱的情况下才从容击中对方的要害部位。好，热情掌声送给我们的陈小旺陈老师，也谢谢配合的选手，谢谢陈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太极的技法。裂技，裂在陈氏太极拳谱中指两手横向并裂，将对手的力道化整为零，分裂撕开之意。此招看似简单，却能爆发出意想不到的威力。比方我们一打手，嗯，裂进，这样对我，你对我，对我进啊，我这一变呢，你看合进，合进合进，合下去了，对吧？合变呢，如果你顶过来了，顶过来了，都顶过来，对，那怎么办呢？啊，顺势一个变向。当双方处于相持不下的焦灼状态时，要先发制人，下盘攻略，起腿上一小步，确保自己重心稳固，同时用膝盖顶击对手的膝盖骨内侧，破坏其身体的重心。上盘攻略，用掌捋住对手的肩头，可以顺势将其挪倒，也可以向反方向用力猛拉，将其摔倒。我们再一次热情掌声送给陈小旺陈老师，也谢谢配合的选手，谢谢二位，谢谢。你好，陈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什么样的太极的技法？背再靠，啊，我打一拳过去，啪，他接住了。哦，对呀、啊。我打一拳呢，啊，这我面部打过一拳，啊，这两个人都忙了，对不对？啊，都闭着，在这个时候一转身，你接，疼。再一次热情掌声送给我们的陈小旺陈老师，也谢谢配合的选手，谢谢二位，谢谢。